就是你总是按你一想这样，就这样。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那样，你都要倾听，你要看一下周围人的到底人家是不是这样想的。别人甚至跟你说得很明确了别人的想法，你还是认为他不是那样想的。你看他感觉好绝望的感觉，我的天哪！哎，打断了，电话打断了。我回来了，快点儿，就等你一个人了。你跑哪儿去了？你在这，你知道12点出发的呀？就是叫你完全没有反应。你干，你啥意思啊？没有，不是你们聊，你们聊。你给雅琼吧。哎，雅琼去哪儿了？他昨天出来是不是凉了都？对，你该吃吃了，不管他。那我包放哪了呢？我是不是给人的印象特别差呀？你自己感觉不到吗？我感觉不到。就是因为太自我了，是吧？是啊，你过于自我，你就是没有分寸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上别的组的话，比如说迟到了，或者你要学会稍微有一点点分寸。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特别自由的人，我以前会觉得这种人真的存在吗？昨天郭姐对我说一句话，不要把无知当个性。对，无知是你自己感觉不到吗？你就是没有分寸，你知道吗？